با سلام خدمت دوستان، امروز اومدیم بانک کانستراکشن، چاینا کانستراکشن بانک. همونطور که میبینید 100 و خورده ای هزار یوان توی حساب قفل کردن و گفتن که باید حتما بیا حسابتو ببندی تا پولتو بهت بدیم. این هم با جگه که سوالا 那个伊朗跟您聊的，我刚才跟伊朗跟您聊的。稍等一下啊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原因要求？你不是知道的吗？啊？你不是知道的吗？那你再跟我说一下，你在电话没有跟我说清楚。 你这个资料不符合，你告诉我我就是要户，我也没关系。但是你说不符合，你要说哪一点我们这个保密的，我们没法跟你说的。你法院如果法院跟我需要户，他也会跟我说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就让你需要户。你比法院还高吗？不可能，对吧？你要给我需要户可以啊，我也没有说什么，你们的银行，但是你要最少你要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跟我需要户的。 我的要求也很简单的，你就告诉我什么原因要给我销户，我就销户，没有了，我就走了。这是你的基本信息啊，你不用提供什么额外的资料，反正就是你的基本信息就可以。不是，基本信息哪一个地方不符合，我就去改，对吧？我自己去改。你也给我销户。说了你能改国籍什么的，那你就去改吧。反正最后那就在我们的。那就是要我跟一个国籍就可以了，对吧？ 说更多，而且我确实也不知道更多的。好的，谢谢，可以。这个钱我放在我的那个枕头里面，安全吗？ 剪图可以翻吗？不知道，这个钱给你的话，你自己就是那个，那就是，或者放在船下面。这个你怎么分这个？我也没办法，我也给不了你。那一般是放在哪里比较安全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你12万9,921.93块。 这个و بالاخره زحمت کشیدن و به طور خیلی زیبایی این کارت رو واسم قیچی کردن.